两窝的猫，60块钱，10个，还挺便宜的。我那大的比这大的多，才5块钱一个。那你咋？谁叫你要啊？我要。你那比这大好些。我咋能买猫？今个。那不那有两你都要，5块钱一个。5块钱一个要。你刚才说我对我在哪个的？我也要，是啊，你想摸？我不然都给他破这个笼子喂吗？我等全部喂他狗粮。这猫你也不也狗粮吗？啊。咱那老头对我他还有俩嘞，有俩给他买回来。给我整整那俩给，不错。5块钱啊！他不要，我要我没有，我卖了俩五的，一个5块，俩五的，比这大，比这大，在哪呢？我也有块说，送我的啊，俺也送你，等着，你也送我的，我，我给你弄的啊，弄那个电脑，我给你要100，好，那不我不会的哈，要你出外不会。